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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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冰箱饭吗？Hello，Hello，走走走，我跟不走怼啊，行吧。哦，我操，我操，我跟他对身份，啊、你走开，走了，我没那个进来。我隐形，我要过去杀人，你帮我当在场人。我在这守你一手、哦、，OK。干嘛？啊！糟糕糟糕 ！Oh my god！ 哦，去了。魔法怎么失灵了？走走走，等一手 CD， 等一手，等一手，等一手，去直接开双刀。浪浪，你过来。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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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绿的？啊！我操！哎啊！黑的又到了个黑的又到。哎、啊，反正我们在监控那边看到何德在刀了两个啊，是吧？然后具体还得听猪猪他们怎么说，因为我是跟着他们的，好吧？过。布布啊。哦，布布发言，我跟西恩在那个货仓里对身份，然后出去就看到那个猪猪，还有谁喊着绿的绿的绿的，然后冲过去，我们才发现上面还有这个鸡腿啊，就是这样。那听猪猪怎么说吧，不知道绿的绿的什么意思。过啊，王爷这边发言，我这边全程跟猴哥在那个娱乐室里边，然后我可以保，就是绝对可以保猴哥不可能出那一刀，好吧，他也不可能说去吃哪一个人，不可能。然后我当时在报警前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有个应该是猪猪在喊嘛，说还有个黑的到了，黑的到了，那黑的谁？七仔仔，对吧？如果没错的话，我觉得这票肯定是要，是不是要挂他的？我听听看是谁喊的，好吧，我这边过。炮子发言，当时监控任务是我做的，猪猪公主做的通讯任务，我们两个是铁好，没错吧？然后我当时在监控时候看到了何呆呆刀了一个人，这时候何呆呆又动了一刀，我当时麻了，不对。因为啥？一个人不可能动两刀嘛。确确实实是看见何呆呆刀了两个人，所以说在我看来，有一个人可能是个变形狼，而何呆呆现在死了，就是说里面有个坏坏是个变形狼，何呆呆动两刀，然后现在呢，也就是说有人把何呆呆给刀了。所以说我要听猪猪怎么说，因为猪猪是第一个冲过去的，我是跑到最后面的一个。我过去的时候只看到了猴哥和王爷在娱乐室，猴哥说了一句话，如果我认猴哥说的那句话的话，猴哥可能也是个好人。猴哥说快动，外面死完了。但是猴哥这个信息为什么这么明确呢？好吧，猪猪说一下，好吧，过。行，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在监控室里看到何呆呆兜了人，但是呢他过了两秒钟又刀了个人，这个何呆呆，然后我们就带领着大部队跑到了现场，然后路过了布跟西恩就在尸体附近，这两个人有点可疑啊，然后上去看到尸体，然后七仔仔冲下来刀了个人，我直接说黑的刀人了。不管怎么样，七仔仔肯定是铁狼，他不可能是好人刀，他肯定是狼，看到一堆人加上地上就是有尸体，然后过来补刀的，先全票打飞七仔仔，别的再盘，好吧？七仔仔就是冲过来刀了一个，我归票了，归七仔仔过。OK， 你先别着急归票，你得听完我发言呀，你不能把我打入狼坑，因为是我、耗子、猪猪、刚子，我们四张牌是一起在那个监控室做的那个任务，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的那个录像，看到何带刀。刀了人之后，我说你们离我远点。那我既然是一个带刀的身份，我看到何呆呆过了几秒刀两个，那个逻辑不成立。除非是何呆呆看到一个人刀了另一个人，然后何呆呆去补的一刀，就只有这种情况。而且西恩姐跟布他们两个是什么牌呢？是站在这个储物间的两张牌，要么就打何呆呆、西恩姐、布三张狼守尸体呢，要么就是。何呆呆是另一个带刀身份，然后看到有人刀了一个，然后他上去补的刀。我这边直接拍身份吧，你既然都要出我了，我是一使者。何呆呆的确是我刀的，然后后面听你们前置发言，我觉得他是个好带走的。如果刚子，如果王爷能保猴哥的情况下，
哦，我就要狼控位就出在仙姐跟布布布中间了，过。先发言，首先我开局就跟布布布去对身份了，一直在那个货仓里面。当时如果你们是好人，就是你们任何人站在那个地方，上面的视角我们是看不见的，你们上来我才跟着你们一起上去的。所以说七仔仔，你这上去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也没有去看到你们监控的画面，我会出七仔仔过。这一轮可以出七仔的，我跟王野我们俩全程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在娱乐室，娱乐室刚才还有一个人是鱼鱼，我们俩走到武器房的时候鱼鱼自己下去了，然后现在鱼鱼没了，据我的推断啊，很有可能就是三狼或者是双狼手撕，在我这里何呆呆如果他能连续开两刀的情况下，那他只有一个身份，那他就是复仇者，对吧？而你七仔仔没有点到这个问题。耗着骑着鱼是在拍景前娱乐室最上面的，他肯定动不了这刀，你们的尸体应该都是在储物间位置，对不对？所以这轮全票打飞七仔仔没有任何问题。哇，我是你走的，我是你走的。走好吧。你正义，你那你也得走。主要是你什么也没跟我们说，你上去就是一刀。对呀、啊。什么意思、啊、前两天就不不咱俩走咱俩走 OK 耗子说猴哥不不不先有问题好人我跟你说什么耗子什么我跟你讲耗子说猴哥说外面死完了猴哥不是秃鹫就是通灵啊、哦、记住啊、哦、OK 走开双刀别开再走来了 okay, 来了 okay, 来了来了来了哇哟、全票打飞步步步啊步步步吸烟面刀啊然后谁把吸烟给刀了然后我拍这景好吧全票打飞步步步他跟吸烟双狼他上来他俩就在那娱乐室吸烟呢吸烟呢嗯呢我就寻思这肯定是不对劲了他俩上来双狼来要剑击室哗哗给我们一顿刀全票打飞不不不过好杆子发言啊老按上一把逻辑确实七仔仔啊主要是你自己啊那个聊的就是有点那个啥然后上一把我就其实挺不信就是西恩打啥子跟布布他们在下面一直没上去过这个然后刚刚在现我也在现场确实西恩打啥子跟布布直接冲过来啊想动双刀然后西恩被刀了啊这把可以打飞不不不过人我刀的西恩猴哥吃的猴哥是鹈鹕呀他把西恩吃了然后立刻拍警入口即化你甚至不听他唱一首 CC 开打飞猴哥他鹈鹕啊过打飞鹈鹕然后你出去刀一个就狼赢了想得美头不不不过牛逼我赢不了你也别想赢投那么早干嘛呀猴哥你投票投那么早干嘛呀猴哥呀猴哥呀猴哥呀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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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好牛逼呀没有拉铃吗我们不是有拉铃有拉铃我有火灾呀他没看见我吃我装一手直接把他投出去完事游戏结束被发现了哎呀开火灾哎呀还是个刺客哎呀我脑袋疼哎投的有点早啊没事新一哥真的好惨被狼给刀了你怎么不报警啊何德德安子你要死了宝贝啊我那时候想找殡仪员我说我那时候想找殡仪员有隐身狼呀、啊
何代代你真的刀了两个？没有，我隐身刀的，是我刀的，我隐身刀的。刺客，没想到，不是他刀了，我隐身刀的，他以为旁边刀的给人一刀是吧？我们是何代代，他一个刀了刀我。大强，你刀狼怎么老是我也强？何代代刀了两刀。对。就很棒。